刚我们看到他可以在这个总冠军系列战这个道垒的精彩演出之后呢，其实球迷也会很好奇啊，他可以在总冠军战跑这么多例行赛，有没有想要多跑一点？我觉得还好，只要是有战术，我就会下去跑啊。就是说教练有下达，指令给我说可以让我自由发挥的话，我就会去跑。可是长道垒的话，我又怕脚会受伤啊。主要是受伤情况。对啊，因为今年我大腿受伤也困扰我蛮久了，所以我是道垒是没有想要去做一些突破。对啊。所以就是在道垒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比较随遇而安了，有就去尝试这样子。不是在这个总冠军战里头呢，除了这个他可以的道垒的精彩演出之外呢，其实在场边还有一个比较感人的小故事，就是有关于这帮忙这个整理球场还有划线的一个老伯伯叫晋桑。他在这个总冠军战的期间也离开了人世嘛。好像他可以对于晋桑也有很多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到球场，又是练球还是比赛，就是不管是大太阳还是下雨，他都会在球场上那边整理一些他所做的工作，觉得他很尽责。对啊，而且他每天还是从高雄这样子来回这样子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听说他在病危的时候，他还在想说球场上的事情，还在跟彪哥讲啊，彪哥还跟他讲说，没关系，球场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，对啊，我觉得蛮感动的。好像在最后一场比赛，你们有去对这个晋桑来做一些，就是等于说是怀念悼念的一个动作。就是在第七站的时候，最后一站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消息已经知道。那晋桑已经离开了、然后我们就去他的那个工作室那边，我们全队在里面跟他祈祷，跟他讲最后一句话，这样好好走，然后我们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拿下这一场的比赛，可以赢下拿下总冠军。所以这个统一狮队的球员呢，也真的没有让天上的晋桑失望了。现在刚刚看到这个，他可以讲到这个晋桑部分，也真的快要掉下眼了。因为真的平常你很常看到晋桑呢，在球场这样走动来，然后把线画得好好的、直直的，然后就突然就离开了这个球员的身边，所以真的感触很深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要透过一些片段，再一次来看看晋桑为台南球场所做的付出。咱即摆要来介绍的，这就是台南棒球场上资深的一个欧陆神拜啊，伊叫晋桑啊，咱请晋桑来讲两句话。这问晋桑，你今年几岁？73。哇，73岁啊！我知影伊逐天7点就来到球场啊，永暗拢啊6、7点才有回去啊，真正是辛苦啊！啊，你做这個工作做偌久啊？职棒元年做到即阵。职棒元年做到即阵，你嘛算元老级的一个老神拜哦，差不多。是啊，你对统一球队有啥物建言呐？有啥物看法无？最近选手大家做认真做好。你敢相信咱今年可以拍冠军？会啦吼。他画线真的很厉害，你看他的身手很敏捷啊。他以前是打网球的哦，他也是运动健将啊。好，也相信呢，现在在天上的晋桑呢，不只是今年总冠军战，在未来的每一年的比赛呢，他都会好好的守护在台南的统一狮队，所以他可以真的也不要太过于难过，要好好的收拾这个心情。相信在天上的晋桑也不希望看到你有这么难过的这个反应啊，真的很让人舍不得。那么其实像是不管是晋桑或是全统一狮队的上上下下，为了这次总冠军战真的都相当的拼命，而且像是这个飞总也是这个伤透脑筋。那么昨天呢，国庆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就有特别聊到说，他其实呢这整个下半球季他都没有上场打球，不过呢就是因为飞总很体贴，所以他就很希望赶快来到球场上来为这个球队来做付出。那么他给你自己呢，其实今年在季中你也有一点受伤的情况，飞总也很自责说为什么要让你多上那几场比赛。如果你是一个球员，你听到自己的总教练这样子来
就保护自己的球员，心里有没有觉得就是很感动？你眼中的飞总是一个什么样的总教练？当然做甘心的啊，对啊，因为总教练他的想法，他的出发点就是先以选手的，就是为主，对为主，然后再考虑到战绩这样子。如果是真的不行比赛，或者是说你晚上睡不好啊，还是说你回去跟老婆吵架啊，然后心情不好，这个东西都可以跟教练讲，可以跟教练沟通。那教练可以去做上场先发球员去做调度。我觉得说这样听起来这教练真的是不简单的，真的。所以你在受伤的一段期间，他也特别的有没有特别关心你照顾你？没有，他只是跟我讲说我是摆在代打的位置而已，这个工作而已。我是说代打我还可以打，我是可以尽一份心力量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还 OK。对，所以在这个等于说总冠军战当天，这个整个赛后访问啊，这个飞总说全员都要留下来，他希望是球队高层可以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当球员的心里有没有觉得，哇，这总教练在最后一刻还要顾及到大家？因为教练他的想法就是，因为我们就是算一个大家庭这样子。我们就是像他们的小孩子这样子，他一直这样子照顾我们，对啊。所以你觉得就是教练就甘心了，对丢了。对啊。所以有没有这要不要今天透过我们镜头，要不要跟飞总说个谢谢，或者特别说些什么？教练我爱你。哇，很爱教练，希望这个在电视机前的飞总可以收到他给的这个飞吻。好，这个阶段新闻到这里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潘武雄。